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ay。今天吃的是一份肠粉，还有一些炸鸡。这个是茶百道的葡萄冻冻，他们家奶茶很喜欢卖萌，西瓜波波、葡萄冻冻。加了2份牛肉的肠粉，上面是一些辣椒籽。这辣椒籽好辣哦！很顺滑的米浆味，辣椒是干香的那种辣。这汤好鲜。点了一杯无糖的，但还是有点甜，可能是葡萄里面本身的甜。我以前还没有这么爱喝奶茶的，开了茶百道之后，我真的几乎天天都要点他们家的。外焦里嫩，外面裹了一层蜜汁的甜酱。鸡腿。比起那种裹粉的鸡腿，我更喜欢吃这种裹酱的一点。好冰啊！
这个葡萄冻冻我等一下晚上看电视的时候边看边喝，不然光看电视会感觉很寂寞的。我又害怕它过不了审，所以把它挪过去了。好，那今天这期就先这样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